同学，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七句啊，百千亿闹油桃树，十宝莲花城。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有许多句子都用十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的他是真的给我们讲了十种啊，但是我们觉得十种啊还是太少了啊，难道它只有这十种吗？我们要着重在表法啊，还是把它看作圆满的这个意思来的弄啊，不一定呢是数字啊，十种数字，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前面讲这个，台阶啊，戒笔、蓝唇啊，实际上所用的一些材料啊，超过十种的很多啊。尤其是这个湿罗床此地讲的莲花城经中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跟我们讲无量珍宝啊，通常用其表法，用实来表法啊，我们依旧用表法的这个方式来讲，意思会更圆满。莲花城使我们联想到清净不染的，这个地方没有污染的啊，那要怎样才能做到呢？决定是心转境界才能做得到啊，心要不转，把这里环境啊整理的怎么样的干净还是做不到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许多尘世啊，建筑的清净庄严，设计精巧啊，啊，都市的美化清洁整齐啊，让人看了之后啊确实非常舒适啊，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地面还是沙土啊，铺上绿色的草地哪里像西方极乐世界，地是琉璃，铺成道路的是黄金啊，我们没法子跟它相比啊，
所有一切建筑物无量珍宝做建筑材料造成的。这是想象的还是真的呢？我说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境随心转。如果我们的心能像极乐世界菩萨一样，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转过来了。居住环境的庄严也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这个道理逐渐逐渐的科学家接受了。物质的转变它确实是能转变。像现在科学家讲改变这个基因。如果我们把砂石的基因跟它一改变，改变它的这个原子电子的数量，它的排列方式，砂石就变成黄金啊，就变成琉璃啊。科学技术可以办得到啊，但是这是人力改变的。不是自然改变的。人力改变的是依旧破坏自然。自然改变是精神是心理啊。心清净啊身就清净啊。身心清净，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那是自然的改变了。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是科学家用人工方式来改变的。他哪里搞得那么彻底啊？自然的。所以，学佛，接受圣贤人的教诲，我们要回归自然。果然能回归自然，能够与自然的气氛相接，还没有真正入他的境界，气氛呢，能够站到一点边缘了，这个时候往往就有感应现象了。感应在哪里呢？感应一个是在定中，一个是在梦中。见到菩萨净土了。见到欲界天、色界天了。见到华藏世界了，那是透一个讯息给你，你沾到一点气氛。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真的学佛人，这个世间法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真假都是妄想分别之处。性德里头没有真假，所以佛在经论上常常给我们讲，真的东西不能说真，不能说假。相有性无啊，事有理无啊，所以境界可以受用，不能执着。
六道凡夫的大病，病在执着。佛菩萨的真实智慧，智慧是利妄想分别之处，他受用自在，真的是一尘不染。他们的受感受是平等的。你说这个畜生啊，这叫正受啊！啊，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在天堂，在地狱，他感受完全平等。我们能相信吗？这个世界有修养的人，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他相信。为什么呢？那是他自己的境界啊，他境界虽然不像佛菩萨，也是占到一点气氛。啊，你给他住豪华的宫殿，他心里头没有染着。不起一丝毫贪心，也不起丝毫分别啊妄想分别执着的念头。你给他住个茅棚，他也是这一样的。这个就好比那个豪华的宫殿呢，就像天堂啊。茅草大概简简单单的小棚啊，那就好像是三途啊，它没有分别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受叫正受啊，才真正是正常的、平等的。六道凡夫不行啊，他这个受不平等啊。豪华奢侈的，它有落受啊；简陋的场所，它有苦受啊。换一句话说，它有苦乐有喜舍，它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心不平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想想，平等受好呢？还是有苦乐忧喜舍的时候好呢？经教里头既然讲利苦乐忧喜舍叫做正受，那么换一句话说，具足苦乐忧喜舍不是正受啊。正跟邪是一对呀、那是邪受啊，不是正受啊。我们要懂得，觉悟的人是正受啊。哪些人呢？阿罗汉以上的。他们是正受，无论在物质环境、精神、生活环境里头，没有苦乐忧喜舍了。我们学佛，不能不在这上留意。
那念头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环境很好啊，这个欢喜了啊，起了念头了啊，你立刻了想到《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了，逆境卧云。我们心里生烦恼了，苦受来了，还是一样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它拉平了，逐渐逐渐，我们要在顺利境界里头啊，善恶缘中得清净正受啊，这个正受就是禅定啊，禅定不是盘腿面壁啊，禅定是顺利境界，善恶境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受那叫禅定啊。现在还有不少修禅定的，是在讲什么叫禅定，他没搞清楚。他每一天去坐香，盘腿面壁，以为那叫修禅定。他不知道佛菩萨祖师所讲的禅定不是那个样子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正受是禅定啊。这个禅定有用处，这个禅定能办事啊，盘腿面壁不能办事了。大乘经教里的华严里面修禅定的活活泼泼，尘也有防卫的意思啊，那这个里是放邪行正啊，古时候这个城墙是防卫的，防御盗贼，现在我们讲是新城，心诚我们要防什么呢？防邪知邪见。防食物这个比喻作盗贼啊。看到尘这个字，看到尘那个样子，想到那个尘是心啊，我要防，有能力防止一切邪物，这就是教育啊，这个是如来的教学。下面一句，四天下微尘俗众宝树林，宝焰摩尼亦为其王啊，这个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
前面这个半句是讲的数量，众宝树林，这个树是建树，建立人生在世，你活了这几十年，你做了些什么事？你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建树？有没有成绩拿得出来？要怎样像现在一般人讲的，你有杰出的成就，其实古人讲的话没错，行行出状元呐！杰出的成就没有别的，一门深入，你就能有成就。是出是法，没有例外呀。专攻一门，时间行业很多，选定一门，你一生努力不要改变，都有成就。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呢，怕的是什么呢？你的志心不定，那就没法子了。果然能专一，在佛法里头，学会三种布施，学会四摄六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命里没有的也有了，哪有不出人头地的呢？佛法里面讲的样样第一了，没有第二啊。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个个都第一，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能够把四摄六度用在你自己的事业上，用在你自己的学术上，无论你从事哪一行，你都会出类拔萃。为什么呢？开智慧呀，般若波罗蜜呀。你的因好啊，因是布施，布施是为众生服务啊，为社会服务啊，不是为自己利益，你就得诸佛护念，善神拥护，哪有不成功道理呢？我们看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成就的人，他们不懂佛法，那个成就是什么呢？过去生中修的。
说老实话，还是在佛门里修的，不是在佛门哪有那么大的福德了。这一生当中语言不好，大富大贵的国报现前了，把前世修因的事情可忘掉了，这叫什么各因之谜啊，只享受啊，没有办法再修了。纵然修，修的小富，所以他来生就比不上这一生了。道理在这里啊，他要是真正懂得佛法，真正觉悟了，那他来生的果报超过这一生。这个里头有道理在啊，树林是剑树啊。下面讲宝焰摩尼以为其王，王是讲的影响。我们讲影响大的，孔老夫子一生在这个世界，他的建书是私人教学，教学的内容是道德，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内容是以道德为主啊，这个是他的建树啊。影响夫子去世到今年的时候2500多年了，他的书分量不多啊，被后人视为宝藏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一样啊，也是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成就超过孔老夫子，你看这个世界上一直到今天多少人崇拜，多少人皈依，多少人向他学习，他的教诲还不断在这个世间扩大，这个是建树跟影响啊。我们的智慧德能比不上圣人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承先启后啊，这个功德也就不可思议了。续佛慧命，智慧能力有限吗？
不能够传佛所有法门，我们传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是自己真正得到了，将来真正成传这个法门，你的功成业就啊，你在这个世间有建树啊，有影响力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举例子来讲，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最殊胜的著作是什么呢？弥陀经疏钞。所有一切著作里头主要的我们深深相信末法九千年当中修学净土法门的人不能不读他的文钞啊，素钞啊。偶业大师的成就，弥陀经要解。偶业大师的著作非常丰富啊。要解分量并不多，何以说他最重要呢？印光大师说过，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偶一是四书连池的，真的是古人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是他了不起的成就啊！传到后世，所以有人问我，假如我在整个大藏经里头，只能准许我学一部经。我学什么呢？我学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注解很多啊。我第一个选择注解呢，偶业大师要解。非常适合末法众生啊。末法众生呢，业障重啊，莲池大师疏钞分量太多啊，这个业障习气重的人总喜欢简单啊，越精简越好。偶业大师这个本子我深深相信啊，肯定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无量寿经的从前没有汇集本呐，这个汇集本出来的时候太好太好了，使修净土的同学们在教理上找到了根据，修学方法上有了依靠啊。从要界里头鉴定
建立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依教奉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想到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学佛，一定要肯定，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既然从事于这个教育了，我总要能教一门吧。你能够教一门成功了，一门深入啊，要不要到场呢？不要啊，真的是带几件换洗衣服啊，一个小包袱就够了，油画世界呢，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啊，学一部经啊，你一天讲两个重点啊，一个月讲圆满啊，这个地方讲完了，到那里去讲啊，讲得真好啊，处处有人请你啊，啊，中国不要说外国了，中国有多少个县市啊，每一个省都有100多个县市，全中国啊，平均起来至少有3000个，你一个地方讲一个月，你活到200岁也讲不完。你想想看，你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不要了啊！就是这一部小经的时候，走遍天下，处处受欢迎呐、啊。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通家你学的太多是吗？他说你不精呐。谚语有所谓，行行通，行行松。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是顶尖的东西。不怕自己根性钝，怕的是什么？没有恒心。不肯吃苦头啊！懈怠、懒惰、放逸，这个人一生就完了，他不会有成就。只要勤奋、勇猛精进，学一样东西。我在年轻的时候懂得这个道理啊，我是一门专攻啊。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我跟同学们报告过，我10年只学5部经啊，第一部跟他学的阿难问师父偈雄经，
你们现在看到了。第二步，佛说阿弥陀经。第三步，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留这个别行本的一卷。第四步，金刚经。最后一步，楞严经。楞严经学完了，我在台中就算毕业了。离开老师，到外面去讲经了。除了楞严经分量大一点，你们看看其他的都是小本子里。我有这个能力啊。我不能再学多了。再学多了，麻烦就出来了，不精了。华严我没学过，非常欢喜，没有机会学，分量太大了，老师没办法教啊。所以老师晚年我们八个同学其中有我一个，我们联名请老师讲华严经。目的是什么呢？老师在中心新村讲经的时候漏了一点消息。讲经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住这个世界人是来讲经的，不讲经呢他就走了。我们听了这句话，回来同学大家商量老师不讲经就走了，我们要把他留在世界呢，要常讲想想看，华严经最长请他讲这个经，他就不会走了。老师也接受了，开讲华严。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台中了。老师讲华严，我特别回到台中，听一卷，听第一卷。世主妙严品，这一品经五卷，我只听一卷。这一卷经听了之后，整个华严就通了，我也就能讲了。李老师在台中讲，我在台北讲。那个时候专门依清凉大师的疏钞，参考疏钞。我第一次讲华严经那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详细，站的时间比他长。那么以后又常常出国在海外弘法，所以这华严经呢断断续续，我记得总共是17年断断续续17年呢讲了一半，80讲到十回向品，40也是讲一半，我是80、40同时讲。
没讲完呢。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些录像录音的设备啊，所以没有东西留下来。这一次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往生之前祈请，希望我把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我答应他了。到新加坡之后，李牧原居士很发心，很欢喜，代表祈请，这次华严这样的因缘，我们再细说。华严总共四份呐，清凉大师把全经分成四个段落，信解信证。这个第一分一共有六品经，华藏世界品是第五品，后面还有一品毗卢遮那品，这是华严经第一个部分。我在第一个部分跟诸位细说，往后呢我就不会这样详细了，我的速度啊就快了，可能比现在要快十倍。为什么呢？后面呢容易懂，最难讲的、最难懂的，前面这一份，是在后面，可以说都是这一分的注解。后面反而好讲啊，最重要啊，我们在这个里头要学到真的东西，学了就管用啊。对内改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落实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改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的，使我们摆脱凡夫的生活，过佛菩萨的日子，这个就是大受用啊！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再看下面这一句，第九句。恒河沙数湛檀香祝福隐隐光焰摩尼，前面都是从四相上表法，这一句又是依报里面出正报了，祝福隐隐，恒河沙数，这是数量，湛檀香是三学，戒定慧也，
诸佛言音，佛为一切众生示现形象，言说经教，这是放光啊，这个是光焰模拟啊，为众生现象说法，就是光焰模拟。旃檀香是他所说的内容啊，他所现的这个现象是表演的啊，所言所说的内容恒河沙数旃檀香啊。一佛就是一切佛，佛佛道同，所以这里用诸佛。我们明白了，从这一句看出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游化在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他们示现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这个地方学到真东西，就是教化众生。世尊当年在世，不是在一个地方教化了，也跟孔老夫子一样，周游列国。佛的智慧、德能、慈悲摄受一切众生啊，听众里面决定有别的地方人啊，别的国家人听得非常欢喜哦，佛在这个地方哎，这一个课程讲完了，那些人请求佛哎，到我那边去讲啊，到我们家乡去讲，到我们的国土里去讲，佛很慈悲也就答应了，只要人有人祈请就答应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年轻的同学啊，我不是为我啊，是为你们啊，是为佛法为众生啊，好好的专攻一门啊！但是你要是真正成功，前面讲了，出类拔萃也。头一个是德行啊，你要不在德行上、道德上奠定基础啊，那你讲的再好，天花乱坠也你摄受的力量薄弱，人家听听得很好听，你不能够感动人啊！你要能感动人心，那你自己一定有道德修养，这个非常重要啊！从哪里做起呢？一定从断恶修善啊，要真干呐！
指导的原则，观经的经义三福。那是我们真正的指导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从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德行。不做的有，儒家的、道家的，也不必涉猎太多。真正功夫得力，实在家都不是在多，精简呐、啊！儒家，你能够真正学到了，仁义啊，这两个字是儒家的核心呢、啊。佛家的戒定慧三学啊，或者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就够了，真的做到了。现在时间到了。